跟姐姐投篮啊。好棒好棒好棒，哎，小心弟弟哦。嘿，看谁投进去。哇，好厉害呀、啊！这么厉害哦！哟，他现在长高了，上次放这个篮还要垫脚。你看，那直接放进去了，啊，长高了。你坐给你妈看一下。啊，坐那个车车，我看会不会坐。可以走了是吧，爸爸？他坐那个三轮摩托车，好帅哦！你在说什么？你说啥？他现在可以说几个字出来？对，来，爸爸教你。我看一下你会不会坐这个车？啊？我看你会不会坐这个车？怎么坐？哟，夹脚长了。是长高了，出去一趟长高回来了。爸爸教你打球的，你看你坐这个下来。嗯，来，意思说这个篮筐又可以移上一点了。对，你看上次还要垫一下脚尖，现在不用垫脚尖了。嗯，这样子的嘛。把好投进去了，投你进去了吗？爸爸把他尿片偷了，刚刚从外面回来，叫爸爸教你拉尿。我北了是吗？啊？我北啦。哦，刚才我看见他，嗯了一下。你干嘛？刚刚吃完。换北啊！哟，你家阿伟伯伯都换的不？你说宝宝换还是婆婆换？要谁换？妈妈。叫妈妈换。叫爸爸换，快点。去找爸爸。哎，快点叫爸爸洗屁股啊！哟。去。赶紧的嘞，臭了。你屁股臭，你不知道啊？有点。这个家伙。好了，先让宝宝给你洗屁屁。去，叫爸爸换，快点，快点，叫爸爸换，快点，快点。你好臭啊！太臭了。好，叫我什么？才刚刚好不容易吃饱。叫妈妈，叫这个伟妈妈去换。叫伟妈妈帮你换。伟妈妈去换，要不？叫不叫？叫不叫？谁换？走，我们去洗澡。哎，来了。你猜？你看，看啊，怎么换？嗯，那好棒哦。把它起来，然后夹，起，起身，换，好棒啊！好棒啊！咦，恐龙出来了！咦，看了吗？咦，出来了呢！恐龙要眼睛出来了。嘿，眼睛看了吗？咦，头出来了！咦，神奇！咦，是你嘞？你看你哪里？大大的，你看我身体要大的。啊！爸爸，爸爸，一大腿出来了，一手出来了，一肚子出来了，看了吗？看哥哥，这脸又有一条了吧？桃子来了，看了吗？好家伙！身体出来了，哇！大身体会出来了，啊？笑？那敷衍嘛？看啊，看，你看你的店里面，看了吗？咦，身体出来了。这么吗？
脸又变成了鹿。不能这个了，这个坏的章鱼变不是坏的，爸爸这个章鱼跳闸，你没坏啊，没事啊，也没坏啊。为啥这个跳闸呢？喂，没坏，都没坏。先拨号啊，拨号。滴滴滴滴滴。爸爸。来吃吧。鸭子。哎呦。爸爸，我昨天家都吃到渣了。你们俩就这么开心。对，小乖乖。好，你看什么？给我玩一下，给我玩一下。小气，小气包，给我玩一下。下来，我煮好粥给你吃了，快点。涵涵，叫我，叫我。阿胜。是吗？萌萌。萌萌吗？我是谁？阿胜。还记得不？爸爸训练的。那你不加个奶了吗？加个奶。人家都叫了一个早上了哦。叫阿神呢？叫。叫阿神呢？叫我。阿神呢？叫呢？想不想我？啊？想我没有？想不想？啊？想。哦，哟，受宠若惊，我想啊。服不服？让你弄我，你弄我，你弄我啊！服不服？想不想我？啊？想不想？在发呆。你说大声一点，听不见。想不想？想。喊饿不饿？饿了没有？饿。饿啦？一觉睡到了12点钟哦。昨天晚上到你醒了吗？嗯，醒了没有？对。青青呢？青青。阿伟呢？阿伟。在哪里？嗯。姐姐呢？姐姐。在哪？嗯。你说话又更清楚了哦。嗯。饿不饿？饿。阿婶拿粥给你吃好不好？嗯。吃不吃？吃吗？有。我们去坐凳凳好不好？嗯。走。喝粥了吧？你自己吃吧，好不好？嗯。你，我咬了你。会。说谢谢我没有？谢谢。谢谢谁？谢谢你。涵。你。咦，肉肉粥你不吃，你吃白粥啊？你咬吧。我把你扯下来，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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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个秀秀还没有套进去，是不是？白粥好吃啊？嗯？这个是什么？嘟嘟。它长大了没有？啊？弟弟。吃到吗？它吃到吗？吃不到。你从那个洞洞穿进去，从这个洞里面穿进去，我教你啊，你这个洞里面会不会？会。会了吧？嗯。会。嗯。来，这个。会。哎，对，等到吃完之后再喂它，啊。他扯你的是不是？啊！你看你喂得满头大汗的。嗯。
兔兔。嗯。你。你看你满头大汗的，嘟嘟，嘟嘟，嘟嘟，哇！还没到家都到了这个。那个哪个阿姨给你寄了？滑吧，不要踩那里。妈妈放给你啊。谢谢。谢谢谁？谢谢阿姨们、叔叔们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嗯。啊、昨天回来，在服务区又那个有一个妈妈特意跑到服务区去见那个。等你领没有？还给了一个红包。哇，等你领没有？他想抱他了，他不给。但是他跟那个他老公，跟男的。你好扎心啊！之前小时候不是也是喜欢跟男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喜欢跟男的。姐姐，那你恭喜大家发财。这边，这边，恭喜大家发财哦！谢谢你们，来了吧？哟呼，认识哪一个？那个是猪奶奶，你看他找了不？不找到了。奶奶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看找一下。看你，指啊，指上去，指出来。那个不对，那个是牛。猪。爸爸那里属牛，好不好？属不属？又倒霉。哎呀！哦，找到了。点呢？点呢？猪鼻子。你告诉爸爸有几个妈妈？哦，回来要讨论这个严肃的问题，问一下你爸。就是三个妈在哪里呀、啊？就河马，河马。喵咪呢？点出来。哦，对了，汪汪呢？驱蚊灯。喂，汪汪。找一下。在外面，给你放在外面驱蚊，然后。哇，在哪里？点出来，点对它，点对身体，不对，点不对。公鸡，公鸡打鸣怎么叫？公公。